其实小姨她，你别说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陈瑜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和我在一起干什么？好了，不生气了啊。我呢，只是想说，你比他更好。那还差不多。小康，我问你，你答应了我的，会跟陈玉离婚，然后再娶我，你要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嘛？你也知道，公司的大权都在他手里，所以我想慢慢的把资金挪过来，等时机成熟之后，就跟他离婚。当然，到时候我就娶你。真的？当然了。自从上次他流产之后，医生就说了，他以后就很难怀孕，很可能就不能生育了。我总不能没有小孩吧？那当然了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能没有孩子呢？少康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娶了我，我一定帮你生孩子，我会帮你生很多很多孩子。不过，你千万不能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只要你……少康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太会哄人了。不过有的事呢，不能光靠嘴巴说，是要用行动的。小玉，你们都给我出去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们俩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解释什么呀？我全都看见了，你解释什么？你真是够不要脸！你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情！不要脸，你才不要脸吧！你今天是找打是不是？啊！小玉，小玉，小玉，你干嘛要拦我呀？你干什么要帮他呀？你说呀！陈玉，你给我搞清楚了，什么叫我瞧你老公？现在少康他是不要你了，我跟他是两情相悦，他说过他爱的是我。再说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现在连生育能力都没有，你连一个妻子最起码的义务都尽不到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跟少康在一起？啊？少康已经答应了，他会马上跟你离婚，然后跟我结婚。小薇，不要胡说八道。什么叫胡说八道？
李薇，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少康他有这个胆吗？啊！少康，你说句话呀！王少康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有这个能耐吗？告诉你们，你们今天这种行为，我是可以请律师去告你们。林薇啊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王少康，你今天这么做，就意味着你什么都没了。喂，是啊，你是谁啊？哦，是陈玉啊。哦，知道，你不就是王家的二媳妇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儿啊？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！家门不幸呐，家门不幸呐！你个死丫头，想叫呢？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丢人了，这太丢人了！我都说不出口。爸，你倒是说呀！你不说的话，我们都一头雾水。嗯，知道吗？小薇她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什么？第三者？小薇她和谁呀？啊？是王家的二儿子王少康。这不可能吧？哎呀，是陈宇当场捉奸在床呢。他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们的王家去处理这个事情的。这太丢人了。爸，妈，你照顾爸，我去了解一下啊。你快去吧。嗯，爸，来喝水。家门不幸啊！哎，里头请。这是英杰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以前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你才三岁，现在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奶奶，爸爸回来了。少华。妈。红霞。妈。啊，红霞，你不是去美国了吗？啊，前一阵刚回来的。前两天在公司里面碰到少华，我们俩还真挺有缘分的啊。少华，你碰到红霞怎么都不跟妈提一下呢？啊，妈，可能是公司太忙了，她一时忘了吧。啊，哎，妈，红霞来那么久了，请假坐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来，红霞坐。哎，真是好多年都没看到你了啊。是啊，妈，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老了。来。喝水。谢谢少华，谢谢妈。哦，红霞，你跟少华已经离婚这么久了，你不要客气，不用叫我妈。不管怎么说，您在我心目中是永远的妈妈，是最尊敬的长辈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经常和你吵架，现在想想真的是挺幼稚的。妈妈，请你原谅我。红霞，
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喂，什么？啊，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赶过去。谁打电话给你啊？少康。少康还打电话给你干什么？是少康跟林薇的。被陈玉知道了。小玉，小玉，你开开门。小玉，小玉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小玉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啊，小玉，小玉，你听我解释，小玉，小玉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开门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小玉。小薇，小薇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做这种事呢？不是我的错，不是少康的错。好了，对了，其他人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？少康和陈玉还在楼上吵架呢。那我们回家再说。啊，走。不，大姐，我不回去，我一定要往少康跟我说清楚，讲明白，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打算啊？小薇，你少康，王少康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对我到底是什么交代？你什么你啊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小薇，既然我们已经被发现了，我看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也知道小薇的脾气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从刚才回来之后，她就一直一个人在房间，也不肯理我。还好了，她没有下来，要不然事情会闹得更大。所以，对不起，你还是走吧。你，胆小鬼，没有用，胆小鬼，没有用，小鬼，小薇，小薇，你别这样。其实这种事情，你们两个都有错。别怪林薇了，是少康不对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本来就是他不对，王少康，你给我说清楚。还要我负责？我们俩到此为止，你给我滚！叫我走？你毁了我的清白，现在就想这样把我甩掉？好，啊，你对我不仁，我就对你不义。当初还不是你和陈玉，让我从大哥的电脑里面偷档案文件给黄崇明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哪里有胡说？陈玉一直认为是我大姐害他流产的，所以说让他爸爸出面把王家的家产全部都搞垮了，还帮助黄崇明成立了那个联合公司。还有，我大姐和黄崇明的事也是陈玉在从中作梗，我大姐和黄崇明根本就是清白的，一点暧昧关系都没有。是真的，大哥，是真的，大哥，他在胡说八道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，我，啊，大哥，别打了，跟我回去，把所有经过告诉妈，走，大哥，你要害死我，你怕死啊？把全家害成这样，你快怕死啊？啊！少华，
如果小薇说的是真的，那她只是被人利用。你不要为难她好吗？大姐，不要说话。我不会为难林薇。明君，我现在才知道一切都是陈宇搞的鬼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。不要再说了，我要带小薇回家，免得我父母担心。明君。真的是我误会敏君，我和妈都错怪她了。你连看我一眼都不肯吗？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？少康，你好一点没有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好心疼啊。我说陈宇啊，你爸爸还真够狠心的，把我们少康打成这样。你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他，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少康，还有哪里痛啊？我帮你揉揉。怎么了？你没有看到我在这儿吗？看到怎么样？没看到又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搞清楚，这是我和我老公的房间，你凭什么闯进来？你不但闯进来，你还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干嘛要把你放在眼里？对了，非常感谢你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少康。现在我来了，麻烦你出去吧。说什么？让我出去？当然是要你出去。你站在这里干嘛？只会妨碍我照顾少康而已。简直是太不要脸了！这是我的家，谁允许你进来的啊？不好意思，是少康让他妈妈把我叫来，他要我照顾他。少康，是不是？告诉他。听到了吗？王少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存心气我的？你说呀，王少康，你给我说呀！走开。陈宇，少康他是不好意思告诉你，所以我帮他告诉你。是又怎么样？他就是不想看到，更别说让你照顾他。既然这样，你还不走干嘛啊？你简直是太可恶了，你太可恶了。陈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的恶行恶状已经惹得这里所有人都很讨厌你了。现在少康不来，你婆婆也不承认，你还赖在这里做什么？难不成
你就是喜欢被人唾弃，被人讨厌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识相一点，摸摸鼻子走人。还是说，你要我亲自赶你出去不成？啊！你疯了是不是？啊！你简直是疯了是不是？啊！你简直是疯，还放过分了！够了，都别说了。陈玉，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不想为难你。会马上跟你办离婚手续的，少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说你要跟我离婚是不是？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们太过分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们能给我说出这样的话？我连家都没有了，我一切都没有了。王少康，你还能跟我说出这样的话？你还能跟我说出离婚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王少康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简直受不了你们这样吧！你们都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你们都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你们这么对我不是？你们把我疯了！你们这么对我呀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还像话吗？吵吵闹闹的，你们还没把我们这个婆婆放在眼里啊。陈玉啊，少康的话你听清楚了，少康也说得明明白白，你走吧。妈，陈玉家已经落魄了，你忍心将他赶出去吗？红霞，你没有看到当初陈玉是怎么糟蹋我们家，怎么样抢夺我们王家的财产，怎么样虐待英杰，虐待少康，还有我，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他，你叫他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我说陈玉，那么多人赶你走，你还赖着不走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出去啊！少康，不管以前我做过一些什么事情，可是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想想看，我是不是很爱你？我是不是很好的照顾你？对你，我难道没有做到一个做老婆应尽的责任？赵哥，你说，你说话。要说。我知道你很爱我，可是你那种爱让我感到害怕，让我受不了，而且你对我们王家那么绝，我看你还是走吧。
陈玉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少康说得够清楚了吧？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妈，小薇，大姐，大姐，你来得正好。现在有我了，我可以照顾少康。你快帮我把这个女人赶出去！你给我住口！你凭什么赶她出去啊？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问清楚，少康还爱陈玉吗？少康当然不爱陈玉。少康，你说，你告诉陈玉，你已经不爱他了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你说呀你。妈，我。就是啊，少康，你快说，你快告诉他，你已经不爱他了。你别让他软弱好不好？你快说呀！小薇，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没有？我没有说够，我就想说，小康，你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我已经受够了。你叫我不要吵了，王少康。那你把我找来干嘛？你到底把我留来当什么了啊？你说呀！够了，都不用说了。红霞，你照顾少康。其他的人统统给我到楼下去。现在最需要静养，他们两个在楼上大呼小叫，弄得少康不得安宁，我把他们两个都赶下来。那少康怎么说呀？少康的意思是让陈玉离开，让林薇留下来照顾他。敏君，你的意思呢？爸，我不赞同小薇留下来。敏君啊，难道你不替你妈替林薇想一想？还是你认为少康配不上林薇？还是你认为我这个做婆婆的太霸道，会亏待他？何丽呀，怎么这样说话呢？敏君啊，你为什么反对啊？爸，夫妻劝和不劝离，以前陈玉怎么不对，他现在已经改过了。我也看得出少康对陈玉的情分还在。如果少康真的很爱小薇，我绝对不会反对。但是一定要陈玉跟少康的事解决以后，小薇才可以进王家的大门，不然会被别人说闲话的。大姐，你怎么这么过分？你怎么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？我被那个王少康毁了一身的清白。我小薇，别说话，你惹的事还不够吗？玉梅啊，你看呢？我是个外人，这件事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光耀，我们家的事儿你问他干什么？丽姐，不要叫我。少华，你的意见呢？啊，我完全赞成敏君的意见。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真的很爱少康。我现在除了少康以外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真的没有少康，我是没法活下去的。爸妈，只要你们让我留下来，我把以前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能去弥补。
如果你们真的要我走，我也希望把少康照顾好了以后，我才能放心的走。哼，又在那儿假惺惺。陈玉啊，你先上去吧，这件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好吗？你们把我叫来又把那个女人留下，你们真以为好欺负是不是啊？小薇，你先回去。大姐，你叫我回去是吧？你别后悔。气死我了，实在是气死我了。二婶，我真没想到竟然会是大姐把我给赶回来的。美君把你赶出来的？何止啊，他还是硬生生的把我给轰回来的呢。为什么呀？二婶你知道吗，大姐竟然帮着那个陈宇说话，她把我这个妹妹当成什么了呀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你不信你可以去问大姐去。哎呀，这敏君也真是的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大姐这样对待我，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我觉得我太不值了。二婶，你从小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，你这次可一定要帮我。你想，如果我真的嫁给了少康，以后我和大姐就掌管整个王家了，你说对吗，二婶？嗯。二婶帮你去想想办法。休息好像来干什么呀？啊，听说这副药啊治疗跌打损伤特别有效，我特地给你熬的，赶紧喝了，这样好得快。来，喂。你把小人把我打成这样，现在你又来为我喝药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药他就是不喝。你说这个药是你煎的？给我。少康啊，这个中药是陈玉特地为你煎的，你别辜负他的好意啊，来喝了吧。少康啊。妈，少康啊，我正想到楼上叫你，医生来电话叫我们到医院去做个复检，走。啊，妈，你们是说要去医院吗？哎，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吧。哦，好，一起去。那我们赶紧走吧。你不必去了。我已经够委曲求全了，
在医院了。老师，刚刚送来的病人呢？在第五急救室，过去看一下。家属呢？病人是在路上晕倒，病人送到医院了，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，所以没有办法联络到他的家属。小西啊，你要尽快找到他，他患的是胃癌第三期，必须马上治疗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沉默之中，你必须。
天真。怎么样，逛了一天累吗？累呀，怎么不累呀？我穿这么高的鞋。不过有女朋友逛嘛，我还是想继续逛。真的吗？那好，这边有我三十要不要上去？我三十这门很漂亮的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好舒服啊。喜欢的话我就买。喜欢就要买啊？对，我觉得不适合你。是吗？那好，我们再到前面看看好吗？真的喜欢的是你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根本就不爱小薇。事情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陈宇。我知道你在这儿。妈，你还有脸来这儿？不要叫我，叫您是尊敬您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少康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吗？他在外边有女人，被我抓奸在床。哼，捉奸在床，捉奸在床的事情我再也不会相信。敏君跟黄崇明捉奸在床的事情，结果呢，还不都是你陷害？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去陷害他们。好，就算这件事情你不承认，那把我们王家事业拖垮不都是你干的吗？妈，那是黄崇明搞垮，您为什么要赖在我头上呢？到现在你还在推，还在赖，不要再推，不要再赖了。林威全都告诉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就算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到现在你还这么伶牙俐齿的在赖。你摸摸你良心说，从你嫁到王家来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我们王家上上下下哪一个待你不好？你竟然做出这么不利的事情，你怎么做？你还算是人吗？你还算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吗？我怎么没有良心了？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王家的媳妇了？我怀孕的时候你们怎么对我的？现在林敏君怀孕了，你怎么对她的？把她当宝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刘展是谁害的？不都是你们王家孙子造成的吗？好好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从今以后我也不要再把你当成王家的媳妇儿。少康，你把婚给他离一下，全天下女人这么多，我就不相信你再娶不到另外一个好的。妈，你不要为难我了好吗？
林薇的事儿是我一时糊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少康啊，你把一个女孩子的清白给毁了，你就这么一句我会处理，让我原谅你，你真是像陈玉这样的女人你到现在还这么舍不得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妈，求你原谅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有我的苦衷。妈，我是爱小鱼的，我不能没有她，求你原谅我所做的一切，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我觉得少康说的挺对的，妈，这夫妻俩吵吵架是很正常的，不能动不动就说离婚嘛。少康，咱们回家吧。少康啊，我们全家被这个女人害成这样，你到现在还这个样子。好，我成全你，你跟他走，走了以后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我这个妈。妈，你走。少康，我们走。走呀。妈，你要把那套房子卖掉吗？是啊，今天我已经跟中介公司说好了，准备把咱们那栋别墅卖了，我已经在那住不下去了。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也跟搬家公司说好了，让他把咱们的行李都打包好送回我娘家去。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跟我搬回娘家住吧。小玉，你怎么能把别墅卖掉呢？你不是说……我说什么？我是说这个房子留给咱们俩住，这个房子留给咱们孩子长大以后住。可是王少康，咱们的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，你又做出那样的事情，那我还能在那住下去吗？难道你让我把这房子留着让你去养小的？我真的不相信你说的话，除非你跪下来跟我发誓。陈玉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个男人，你用得着这么侮辱我吗？你是男人吗？你是男人还敢做不敢当？那你还在外面养什么小鸟？你要真的是男人，你还怕我侮辱你啊？既然这样，你跟我回来干什么？王少康，你现在跪还是不跪？我不跪。你不跪是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叫律师来，
告你通奸，咱们马上离婚。等一下。我跪。怪你们家人说你没有用，你真的很窝囊。我陈宇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人？你有个窝囊废的丈夫啊！行，我自认为是能管得住丈夫的人，可是我尊敬他，我还真没见过哪个女人让丈夫跪在自己的面前像条狗一样。我佩服，我佩服你，你替我们女人出了一口气。够了！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这儿干嘛？嘿，我到这儿来想来问问你们，我们家小薇的事情，你们怎么解决啊？你还问我怎么解决？你们家小薇抢了我老公，你还有脸来问我怎么解决？程玉啊，我可是要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小薇可是个清清白白的黄花闺女，让你老公给糟蹋了，你们还有理由啊？啊！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，我老公已经回到我身边了。至于你们家林薇，看在他以前帮我的份上，我暂时不会去告他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回去？没那么简单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赔偿，精神损失费和青春损失费两笔。你多大年纪啊？说这种话，知不知道羞耻两个字？羞耻？程玉啊，我跟你讲清楚，你要是不赔偿的话，我可以天天到你们公司来，我要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堂堂的公司董事长欺负良家少女，你们家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够了，你现在给我出去。给我出去！我自己会出去。程玉，记住两笔啊。小玉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呀？你真是没用，真是个窝囊废。洪小姐，嗯，就是这一家，抵押给银行，一直没人住。这位先生，我自己可以上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我陪你一起上去看看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那好吧。
原来你仍然是我心痛，在梦里你的面孔依然甜美的笑容，我没醒来不知所措，漫步在我们常去的街头，想起过去种种你的温柔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我的眼眸，像真的富丽堂皇啊，是否还记得我，每一套都很漂亮。慢慢的挑，慢慢的看，挑到你喜欢的我就买给你。哦，老公，这个是你说的？我说到做到。我不愿再次蹉跎，只为你等候。别说你眼中已经告诉我，回忆会一宿，虽然这个酒很好喝，我加了一样东西。嗯，我加了爱。你真的那么爱我吗？你就像酒一样，那么香醇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我只想再拥有你的温柔，不想独自在街头品尝寂寞。是否能再停留在你左右？我不愿。蹉跎，只为你等候。别说你眼中已经告诉我，回忆会一宿，虽然离去，我依然为你守候。我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回国了？我明白，我该怎么做。妈，你别客气，我自己来吧。啊，谢谢。妈，少华呢？哦，他上班去了。来，往下坐。哎，好。我刚去公司，静德说少华今天请假，他到哪儿去了？红霞，红霞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妈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这次回来是投资的，所以我想买个房子安定下来。哦，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已经找到喜欢的了。不太喜欢，而且是我以前住过的。你以前住过的？对呀，就是你们家。我们家？你是说我们以前那个家要出售了？是啊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房子怎么会出售呢？再说，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爸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提他了，他已经跟别的女人走了。别的女人？妈，到底怎么了？
你别把我当外人呐，快告诉我吧。谢谢谢谢，永俊啊，你答应来陪我，就真的天天来陪我。我就喜欢说话算话的人，跟你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。老太太，叫我千金好嘞，千金伯母。这不是我答应过你的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你啊。你要是还没嫁人的话，我一定叫我儿子紧紧地追你，要你做我的儿媳妇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？今天天这么好，我去换件衣服，带我到街上去逛逛。原来家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。红霞，妈，什么事儿？你跟少华结婚一年多，你们就离婚了，都怪我不好。自从少华娶了林敏君之后，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，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当初你跟少华感情很好，要不是我对你嫌东嫌西的，你们……妈，应该是我的不对才是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只有一个哥哥在加拿大定居，所以我从小就没人管，一直都很娇气的。当时是您为了我好教育我，可是你说一句我顶一句，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太好。不过妈，当时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，您并没有赶我走啊，所以你又何必向我道歉呢？红霞，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如果当初你不跟少华离婚的话，可能家里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哎，这都是命，都是命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今天我来，一方面是和少华谈投资的事情，另一方面我已经决定把那个房子买下来。你要买下来？嗯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买下来之后可以请你们搬回去住啊。红霞，我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，那个房子虽然是很好，可是我们没有福气把它给保留下来，所以红霞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搬回去。妈，我知道你们从来没有住过像现在这样的地方，我知道你很不习惯的。再说英杰他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来读书啊。最重要的是要让尚华东山再起，需要一大笔资金，不是吗？你说的不错，以我们目前的情况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钱再给少华投资重新创业。好在他还年轻，我想总会有机会的。妈，这样太慢了，我在美国赚了点钱，我相信我可以帮他。
你可以帮少华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些年来，我没有再找过新的男朋友，因为我心中一直对一个人念念不忘。红霞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和少华重新开始。少华，我跟崇明真的没有。够了！从一句从容，又一句从容，你不感到羞耻，我都对你感到丢人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相信我？你要我走，就这么一句话吗？少华，不要再跟这个女人说什么了，叫她走，你赶快叫她走！你不走，你不走是不是？你要是不走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你不要逼我好吗？我逼你？是我逼你还是你逼我？李明志，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吗？因为你，我们王家的事业垮了。因为你，我先生他，你还要我一件一件的数给你听吗？李明志，好，你狠，我斗不过你。好，你不走，你不走是不是？我死给你看，我死给你看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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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妈，我走，我走。我只带走我带来的衣服，你要检查吗？少华，我再一次问你，我们之间真的没办法挽回吗？怎么挽回？你和黄崇明做出那种事，肚子里面还有他的小孩，我被戴绿帽。如果换成是你，能挽回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但是我没想到黄崇明会那么狠毒。我唯一做错的，就是找他来证明这件事情。但是少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少华，
你听清楚，如果我走出这个大门，我就不再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老婆，我认了，我祝福，我祝福你们永浴爱河。少华，我告诉你，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到了那一天，你知道是我没错，你要我回来，我也不回来了，我永远也不要你回来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王少华真的需要你回来，我会当场让你起，让你风风光光的进家门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话是你说的，你要记住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要好好的照顾英杰，他真的是个好孩子。以后辛苦你了。说话要那么刻薄吗？我刻薄，这是你的报应。
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有今天，真的是老天有眼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哥现在已经不承认你是他老婆，妈也不承认你是他媳妇儿，所以你现在没有资格站在我们王家的屋子里。你马上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听见没有？你干嘛冤枉我们？啊！陈玉，云姐，你给我走开！走开！云姐，啊！云姐，啊！妈，云姐，妈，云姐，妈，你要不要你啊？妈，云姐，你走开！英杰，我告诉你，英杰是我们王家的子孙，他的事你最好不要管。你现在管好你肚子里别人的孩子，所以你现在跟我走，你给我走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妈，哎，给我走呀！妈，走，我拿扫把打你了，走！妈，英杰，走。放学回来了，嗯，不要碰我！你是个坏女人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坏女人？你干嘛赶走我妈？我妈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干嘛赶走她？你自己为什么不走呢？你干嘛不走呢？你走啊走啊走啊！英杰，今天是你逼我的，好啊，老天爷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好好收拾收拾你。
替我死去的孩子报仇。过来，放开，过来，放开，过来，你给我趴下。是我婆婆的份上，我就算了。英杰，今天是有你奶奶在这儿护着你，我就饶过你。下次你要是再这么对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好了，我现在不打你了。你是不是应该对你以前所做的事情说声道歉呢？英杰，快，你二婶在气头上，跟她道个歉，说。你说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不要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好好好，英姐，乖，快上楼去，上楼去洗把脸做功课，不要再打。等等，先到厨房去把青菜洗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你叫他去洗菜？他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不是张嫂做的吗？怎么，妈你心疼了？您知不知道现在这个家里的状况是什么样子？王家都已经落不成这样子了，您还等着别人来伺候你们吗？张嫂已经被我辞退了，今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好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与其让英姐做，还不如我来做，可以了吧？等等。别的事情，妈，您有您的事情。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？在家不要闲着，要多做事儿，不要只知道做少奶奶嘛，活动一下对身体也有好处。所以今后咱们家的楼梯和地板，也都交给您了。对了，记得要用抹布，这样会擦得干净一些。哦，对了。您常常不是教导我们吗？一定要注意细节，所以这个楼梯的扶手一定要擦干净。妈，这可是您以前常常教导我们的，您该不会忘了吧？陈玉啊，我可是你婆婆呀，你这么做，你不怕有报应吗？还不知道谁有报应呢。我不做。您不做，没关系，不做，你可以搬出去住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叫我搬出去？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过不了多久，这房子就是我爸的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这整件事情。都跟你有关是不是？妈，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这都是爸一手造成的，是他在外边有女人，是他有私生子，要不是我爸出面来帮忙解决这件事情，我想您今天是过不了这关的。对，小玉她说的没错。爸，是一个坏女人，你赶紧把她赶出去。你为什么要打英杰？是英杰目中无人，不尊敬我，难道我就不能管教她吗？她是我儿子，不需要你来管教。
小玉，你干嘛这样吗？少康，你不知道英杰一进门就说我是坏女人，还骂我打我赶我走。好了好了，少华他自己也看到了，就是把房子和工厂都抵押出去，也刚好还债而已。妈，您都听到了，刚才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？如果您看我不顺眼，大可以搬出去住。陈玉，这是你跟妈说话应有的态度吗？少华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是这么没有志气的人，我还有私房钱，我们立刻搬出去，这个家我不想再待下去了。妈，少康，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你都没有站出来说半句话，难道你真的这么软弱，这么怕老婆，这么没有用吗？好了，你整天就知道说我没用，对，我是没用，难道大哥你就这有用吗？怎么，总经理是你在当，样品图也是你在管，那么请问是谁把公司搞垮的？难道是我吗？你行，你王少康真行，你可以连我也不认了，可是你连妈也不要了吗？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妈，不要叫我少华，你快出去找房子。英姐，待会跟奶奶上楼收拾东西，我们立刻搬家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几天时间，你们赶快收拾收拾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少康，走了，爸还有事儿给你交代呢。妈，你走，你走，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妈，少康，你听听看，听听看，在你妈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你，你还在这自找没趣干什么呀？走了，走啊！小伙，他真是我儿子吗？他真是我儿子吗？奶奶，奶奶，你不要这样嘛！是的，妈，别担心，还有我，啊。只是现在爸不在家，如果他在家，不要跟我提你爸爸，我不想再听他的事情。我不想听。